这一次我们来钓虾。一般的钓虾场我们不去啦，我们去门票要3000块钓虾场啦。超扯！我问老板啊，老板，你们那个钓虾，有，今天有，今天有。啊，你这样子一个人多少？3000啊？我们是一个人，我们不是说一个团队。哇！啊，一个人3000。一个人3000什么概念？我不懂哎。不是说你有3000块就可以有，他公告今天有，还有人可以钓。他说今天没有，你有3万，他你也没有东西。别说你不信，就连我们都觉得太夸张了。到底里面藏什么，让人心甘情愿头一开瑞去的？现在看的是黄金蟹，加拿大的黄金蟹。你这不是石头？这个不是石头，不过看它的螯尾。这个主要是吃它的什么？吃它的脚，因为它的脚比一般的螃蟹还要粗。哦，然后它的肉很多。对对。然后它应该也是会有膏吧？有膏，它膏会比一般的沙公沙母还会香。这个一般钓场真的是有点看不到。我第一次看到，这是叫一公斤，差不多抓在1250到1500。所以这里钓到是可以。可以带走的，这个不得了哦，这个是这个西澳龙吧？这个是波士顿，这抓它熬的，对，你看它跟我，它真的跟你的身体高嘞，对，它没有，等一下你看它的熬就一个遮你整张脸，波士顿龙虾，尝试波士顿龙虾，但是没看到这么大只啊，对啊，这个算中小而已，大只的，哇塞，哎呦哇！哇塞！哎，你乖哦！你没看错，你刚刚看到的是两个大男人在抓一只龙虾。一般市面上应该也很少看到。这个，很少，因为这个很大只，这刺身类龙虾类的高品种。你干什么？哇！好可怕！如果换算一斤的话，是掏台币差不多快3000。一斤？哎呦！一斤就回本了，一台斤。它这样这一只，这只差不多4台斤多。啊，你刚刚被爆的那只是6台斤多。可以哦，最后一弹。对，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四个？因为这个是日本料理最高级的龙虾，生食的。哦，也是龙虾，可以做最刺身的。对。哦，比刚刚那个等级还要再高。哎，对啊，然后它还有身份证。就是产地啊，或者你可以追溯这个身份证编号，对。哦，所以我会知道我吃的是哪里来的，你都查得到。这就跟和牛啊，什么黑尾啊，就最高级，他就会给你一个身份证专属来。准备抓了，可以可以，也是熊，也凶吗？也是熊，来变换位置。我才刚被你换回来。确定要抓了？加油！抓！你这个就一定没得惊了。你手套要不要？确定不要哦，还好，我就怕你说要。你起来。它是小只的。对，它是小只的。这个看起来怎么落差怎么有一点点？好像没那么到凶猛。可是它的肉质一定比刚才那只好吃。真的？对，差很多。是差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？这只，我吓我跳。这只没看到。一公斤差不多要到快到4000，所以换算一台斤是过。也要过3000，这么贵啊！这么贵，这个只有日本料理高级料理才会有的，你一般日式也是吃不到的。它名称叫什么？翡翠玉龙，澳洲翡翠玉龙。现在钓虾场吃最高级的龙虾刺身，对，我来吃哦。不是，太弹了吧！这是我吃过最弹的龙虾，它的肉质绝对同意，绝对是那种胶原蛋白超多，超弹哎，甜哎，而且它越咬越甜。我不要沾，我来吃吃看。你说吃它原味，直接吃它原味。它比一般龙虾的鲜度、弹度还有 Q 度差很多。哦，它的弹度真的是不同。不要沾。不要沾吗？要沾就只沾一点点，因为它不沾呢，它的甜度更甜，对，还更甜，对，它不沾它更甜，好脆哦，好脆弹，脆。你现在像木讲话，真的耶，做龙虾老血泡。难怪翠玉龙虾被封为龙虾界的霸王，全世界最凶猛的龙虾。
因为常年攀附在礁岩洞中，就跟运动员一样，肉质弹而厚实，每咬一口，纤维如电流般打通每一个细胞神经。有了霸王加持，等等上场绝对一击炸裂。这个是加磅的，等一下起家的，就是基本就是第一名嘛，2000，再2000，再来都是1000。是哟、哦，我说要掉下来，我要拿红包。他现在放什么？他现在在放什么？老婆，我是个龙虾。啊，是个龙虾。那你在这边钓过最贵的是什么？墨龙，拿错。虾子刚放下去的时候，有所谓的黄金时间。一般钓下去是黄金几分钟？三分钟、五分钟？大概5到10分钟。5到10分钟。哇！等这个黄金时间。下竿，下竿，下！这么快？天啊！天啊红包已经没了，太扯了吧！是不是很想要？哦哦哦！卖金条，卖金条！这金条，我比大哥还金条！不要大哥老实点！哦，又有人了，有人！石头，到底要死！我钓到那个难熬，你确定？这个是吗？难熬石头吗？在这么多人面前打到石头，是不是有一点点世界第一等主持人？到底是什么？石头，石头啦！哎呀。想说小刚运气好像没有那么好吧？你刚刚高三还是就是全部这样子，你给龙虾压力。哦，那我那我给龙，你生他你生他。眼看巨物一个个被带走，这感觉就跟爱人错过一样失落。没关系，毕竟前辈们都是内力深厚的屠龙高手，当不成龙骑士别在意。